大飛我天啊！而家五點半，仲有個半鐘頭節目做，做到呢度第十條。咁今日新聞算多，咁等下個禮拜中咗病毒兩個同事翻翻工嘅時候咧，咁我就會每一日咧會有兩條娛樂片。咁而呢啲傻瓜片咧，我都會出樣做，即係希望咧會唔會刺激到一啲收視。咁當然啦，好似我咁樣衰。冇人中意睇都唔定，咁但系唔緊要啦。但系我都想有啲轉變，因為嚟緊如果我自己個算盤打得響，即係我自己嘅睇法，生活旺角新人事新作風之後，我相信十月份會做到一個幾滿意嘅答案同數字嘅。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可能我嘅網台就搬嚟生活旺角，咁咧就俾曬呢度做。咁亦都同其他傾緊，咁啊傾緊就係話會唔會同其他公司合作，咁走合作之路。好想十一月放個月假，咁但係我知道講啫唔得嘅。但係我馬來西亞之行同埋台灣之行，我會一定會去。好有可能，如果真係唔封城嘅話，翻嚟香港冇咗嗰個抗疫。佢咧可能去馬來西亞，因為我應承咗喺馬來西亞探下文少啊、江英，咁想去幾日啦。咁誒唔係移民，你放心，你實我實翻嚟。跟住我本身就想去高雄同埋台中、台南呢啲地方，咁好有可能逗留得耐啲。咁我諗半個月都得嘅。咁啊，我哋有新同事阿嘉嘉話跟我去，你估唔使做啊？講笑啫。咁都係嘅，咁好耐冇放過假啦。咁開始生活旺角，而家見到佢哋上軌道。咁尤其網購啦，即係整個系統將以前錯漏百出嘅嘢，呢兩日已經完全咁樣清除乾淨。要道歉嘅道歉，要退錢嘅退錢，要繼續經營嘅繼續經營，咁都係咁噶啦。新時代、新局面，香港亦都係。而印度外交部嘅蘇傑生喺9月4號表示，喺討論印度嘅海洋利益嘅時候，只係談論印度洋，唔探討太平洋。呢個顯示咗思維嘅局限性。佢話印度應該超越呢一種歷史性嘅思維路線。蘇傑生講，印度太平洋是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一個新的戰略概念。蘇傑生所說的事其實正在發生，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印太戰略的形成。印太戰略是哪一個發明的？安倍晋三。一個非常厲害的政治人物，印太戰略就是由安倍晋三一手促成和的概念，以前是沒有的。如果你問十年前，只有東南亞，只有東亞地區，或者各樣東西，但是從來沒有印太戰略的，這個就是安倍晋三出色之處。印度亦都睇通咗，因為印度要取代中國做世界工廠，而印度的蓬勃亦都會取代中國的市場，所以他們的野心已經不再局限在印度洋上高。尤其他都知道不進則退，就以印度洋之類，斯里蘭卡已經落入中共手中。在這裡這樣的環境的時候，人家可以借此做跳板，看著印度來做。在這裡的時候，印度他們唯一的就是想盡辦法令自己走出來，這個也都是，而實際上也都因為得力於安倍晋三的印太戰略。尤其這些經濟協議，印度在這幾年無論是綜合國力或者在某一方面的經濟高科技已經越見成熟，而更重要的就是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顯示，印度已經超越了英國，成為了世界第五大的經濟體。
當然跟中國有段距離，跟美國還有段距離。但是這裡已經告訴大家，印度16億人，超越英國有幾期。是的，是的，你可以這樣說。但是印度長期是第三世界發展國家，和貧窮線以下。今時今日，在這年紀裡面，它的轉向很厲害。那當然，做什麼叫做綜合國力？你看到印度，無論是製造業已經抬了頭，而更重要的就是國防外交，國防大家有目共睹，四萬噸級別的航空母艦已經正式服役，不是下水禮，是正式服役服役。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蘇傑生已經成為了，即是印度成為了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往往做任何的組織，你都不能夠輕視印度那種的力量。由此來看，印度的外交、國防、經濟已經走上了上升的軌道，所以在這裡增加全球的影響力，所以不單止是印度洋，還要走出世界，這樣印太戰略才成為了重點。而這裡也有一個問題，剛才我所說的就是印度洋之旅，所謂的斯里蘭加很容易這樣落入了中國手上。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就不能夠只是守，跟住你還要攻印度洋，被你打開了一個缺口。那南海我分一杯羹，在這裡你就看到印度的野心，即是不再只是說以前叫做亞三亞三亞三，而是印度要成為了整個世界的其中主要的成員。如果中國和印度不是交惡的時候，莫迪最早之前在2016年他講過的就是中國和印度是全球兩大的人口大國，人口紅利最高，亦都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兩個國家聯手的，就是印太就會成為了21世紀最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全球的未來。結果事與願違，就是中國和印度現在變成了競爭對手，甚至在國防上高、領土上高是敵人。蘇傑生這樣做、這樣說，就是代表了印度已經準備好了，開始揚帆出海。節目做到這裡，希望大家 like、追蹤、share、訂閱、課金、看廣告，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Patreon，代表我天下，需要大家支持，拜拜。